你今天是要来干嘛的？我今天来变头发。因为我现在这个头发的长度已经留了一年，但是我留头发的速度其实速度本来是蛮快的，所以其实一年就可以留到这么长。今天很有可能会剪头发，就是可能会剪短，因为这一次比较不一样，很紧张跟很兴奋的是因为是为专辑弄头发，就不是为戏弄头发，所以就有一种被好像被别人探索，说就是少女威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哇塞，比之前好多。对呀、啊，没有、啊，然后它后面、哦，里面，别紧张。没有、啊，你好冷气，到这里吧。对，它好冷气。应该不是男生头那种吧？没有啊，就这里的差不多。就下巴。对啊。我之前就剪过这么短的啦，不用紧张。离我远一点，我太热情，让我觉得有一点丢脸。非常熟悉，有一种回到两年前的感觉，就是。我好像就是没有会让我觉得说很害怕变短发的感觉，因为好像很熟悉了，就很像是狗毛，就是类似黄金猎犬黄金猎犬的感觉，因为有些是已经褪色的颜色，所以带黄，就有一种黄金猎犬说拜拜这样。